那这个一般的人就有分别心啊，他不能理解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的功德，就认为这个渔夫都能修的法门，那肯定是比较低的，他就会蔑视念佛法门。那实则呢，净土法门有它的一个特点，它是三根普披地顿全收的，是由于阿弥陀佛的大平等心、大智慧心，使那些渔夫乃至于极恶的罪人，只要他信愿念佛，都能得到往生的利益。阿弥陀佛发愿是要平等普度九法界众生的，尤其对愚钝的乃至三恶道的众生更加的一份慈悲悯啊，所以这个名号的功德就是要对这些渔夫三恶道的众生有极强的加持力啊！你只要老实去念，就能暗合道妙，巧入无声了，就能跟阿弥陀佛的悲愿感应道交，就能成就往生的大事。那这样往生，那比这个在这个娑婆世界大富大贵者，那是不可同日而语啊！他已经是要到极乐世界做菩萨去了。这个念佛法门所设的另外的一个根基，就是等觉菩萨也在这个法门的摄受之内，所以就引用《华严经》《如法界品》这是最后一品，就是《华严经》的这个，第39品，以善财童子53参来说明一个菩萨修菩萨道一生成佛的历程。善财童子在文殊师利菩萨座下开根本智啊，文殊菩萨指示他南巡110城去参访善知识，首先参访德云比丘，得念佛三昧，就他是以实信满心开始来，发菩提心去参访善知识，到了，德云比丘座下就证到了原教初住位了，那就是法身大士了，那参海门比丘又证到了二住了，每参一位善知识，他的那个证位就提高一个，阶梯，所以最后到了普贤菩萨座下，这时候善财童子所证的已经是等觉菩萨的这个位置了，与诸佛也齐等了。好，在这样的一个正位上，普贤菩萨就教他发十大愿望，十大愿望大家很熟悉，普贤恒愿品也是净土五净之一，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乃至，十者普皆回向，这十大愿望是成就如来恒沙功德的，一个先决前提，要成就佛国一定要修普贤十大愿望，是所有菩萨恨愿的总纲，那教他修十大愿望，最后是让他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干什么呢？就在那边去圆满大乘的佛果。那普贤菩萨不仅是劝善财童子一人，乃至于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士，41位不是41个菩萨，而是41个位次的，十住、十行、十回向、
十地，每一个住地里面都有无量无边的菩萨，就称为海众啊。这个华藏世界海，这些海众没有一个凡夫，也没有一个二乘，都是法身大士。好，而且华藏世界海有无量的世界种，每一个世界种就有二十重世界，二重世界每一重世界都有十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的佛刹。那这样华藏世界的刹海当中，净土也是无量无边的啊。但为什么普贤菩萨所指向的净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而且一定要让他往生？这里为什么？